我常常故意不接酷炫的电话。酷炫不会打给我，都是我打给他。比起跟娄俊硕合作，我更想跟瘦子合作。对，我要。想跟瘦子合作。他那个想跟瘦子合作的原因是什么？想跟娄俊硕？哎，是真的，真心话哎。这个机器真的好好笑，我以为他要定我。这机器就是要挑拨你跟娄俊硕，对不对？对耶，这个题目对啊，好危险哦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偶像啊。我说对，因为不可能啊，所以当然要说对啊，希望有机会。下一题，我常常故意不接酷炫的电话。嗯。可是他都没有打给我哎，他这样子用说谎是因为 我可能心里太 confused 了，不接他电话好像没有这一回事，因为我们两个不太会用电话联络哎，我们都是用讯息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，随时上架，我们下回再见。